它和这个木板有区别，斜音牡丹用的底呢相对说大一点。斜音牡丹呢最好要这个多少鼻头粗一点，稍比那个那种毛笔大一点，就用这种大白云就可以。叶子呢也少打一点，叶子因为你画叶子的时候啊，它因为叶子不要画得太整，要丰富，所以用笔的时候呢要一种尖好，这样的毛笔呢它比较画出来，叶子比较挺也灵活。今天我们就讲一个这个状元红，斜倚的这牡丹怎么画，说一下这个红牡丹，就是状元红的这个花条都用什么颜色。那么为了表现它的层次呢，也少用一点这个太白。红色呢就用这个曙红，胭脂呢少一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讲一下这个花瓣怎么处理，它和墨骨呢有区别。咱们那个斜倚的这个牡丹红花朵怎么表现，那么我们呢首先调一点白的颜色，太白，然后呢调一点这个曙红，注意这个颜色的这种调的时候还是控制一定的水分，它是一个过渡的颜色。笔柱这一块呢就是基本上是白到粉红，笔尖上呢有一点重颜色，这样这个花瓣出来呢它自然的就有一种立体感。斜倚花鸟它就有了血的成分，这第一笔。然后呢第二笔，第三笔，那么剩的这个笔上的这个颜色呢不要去沾水，要把它的侧面的这些笔画弄出来，这是它的外边又包紧的一些花瓣。把颜色用干净了，然后回来调一点白颜色，少许，一定要控制一定的水分，就画它的花心这一块。斜倚画呢它还是会这个墨骨的有区别，它注重于它的写。这个呢再加强这一块花心这一块，这个画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花型，要怎么把那个牡丹花画的那种雍容华贵啊，要有这种朝气蓬勃的这种感觉。这个呢继续把它加强，这一块呢再提一提，
那么这个花头呢基本上就完成了。今天呢花叶子呢咱们就画一个墨叶子，就是在这个水墨方面，就是墨叶子总表现。如果红花配绿叶呢就感觉特俗气，一般的画红花呢叶子都要用墨来表现，这样就是雅一点，出来也比较漂亮。今天我就呢就这个机会呢画一幅完整的小画，也就是花头和花苞一块来表现，然后呢就就着这点颜色把这个花苞也画出来。我们画叶子呢一般的呢就是从它叶子呢花是好画的，那么最难画的还是叶子，叶子是取决于这个画这个整张画的一个势。那么现在画叶子要考虑整个画的这种布局和构图。那我今天呢就先把这个花苞这一块，就是花托，用比较浓一点的墨把它点出来。要控制水分，然后呢把它的这个结构叶子的结构总表达出来，它会这个墨骨的还是有区别。有的喜欢先画叶子，我呢还是喜欢先把这个茎画出来。这是那个外包的那个小叶子比较长的那个，然后它这是根起那一片叶子，这个是它最离它最近的那三片叶子，因为这个叶子呢它是比较嫩的，所以这个叶子不要画得太浓。这一组叶子就算完成了。下边呢就是画这个大花头的这个。大花头呢就要体现出三叉九顶。因为三叉九顶呢画叶子的时候注意它的这个一个是大小一个是疏密，要把这个形做出来。那么就是说这个势呢决定于叶子的走势，决定于这张画的走势。所以你画叶子的时候呢三叉九顶的体现不是每一组叶子都要体现三叉九顶，这一幅画呢有一组就可以了，写意也就是写的这种关系。用笔不要拖拉，要一按到底。那么它的茎呢要处理的让它画出来比较饱满，要给予它生命。
用笔呢要灵活，把这个很整的叶子想办法打散，把比较散的叶子呢必要的地方把它整合。这个干呢，上面呢让它画的稍淡一点，下面这个老干呢用笔要用力，体现出它这种年代的这种比较长，它那种苍老的那种。那么这个花叶子的时候大胆落笔，然后细心收拾。如果从布局上我就觉得呢这一块还是不够，那就把这一块呢再填一下，填几片叶子过来，来把这个势呢加强它。所以一块呢是要勾筋的，它这个勾筋呢是为了增强叶子的这种弹性，它的弹力。这勾筋的时候啊，要用换一支笔，要用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这个勾线，加强这个叶子的这种它的这种这个弹性。那么叶子呢，勾的时候呢，这个墨呢要融到这个叶子里边，不要勾得太重，也不要勾得太浅，太浅呢就是说它叶片呢撑不起来。那么太重呢还容易呆板，勾的时候呢调一碗一笔墨以后呢，从重叶子开始勾。那勾叶子呢就是不一定说非得从哪个固定的哪个地方去勾，那你就觉得我来这个画面上那个颜色比较重，也就是说这一组叶子比较关键，你从这开始勾叶子的时候呢，要体现它的这个叶子的这种弹力，用笔呢要点着下去，不要虚。笔上的墨呢不要太水分，不要太大，适当的干一点儿。它这样呢即是能把这叶子撑起来，然后呢又丰富了这个叶子的这种墨色。叶子有翻叶子，有叶子，有正的，你勾的时候把它把握着勾出来。像这个呢是往下翻的一片叶子，你勾它的时候把它泼过，叫它勾出来。有的地方像小叶子就可以一带而过，不一定说每一片叶子都勾得那么认真，勾得那么细，要有的呢叫勾得到位，有的呢一带而过。这个嫩点的叶子呢，你把叶脉也叫它从墨上降下。勾完叶子以后呢，下面就是点花心儿。这颜色呢比较单纯，就用头绿就可以，不用那么复杂。
它这牡丹花呢，它是有一个子房，这个子房周围才是它的花丝。嗯，这点一个子房，然后呢，用一个比较细一点的毛笔，弹性比较好的勾花丝。这花丝呢，用太白来勾。这毛笔呢，一定要用的比较细，就是那种勾线笔就可以。勾的时候呢，这个它的花丝啊，不要勾得太死，那样会勾得很板。线条呢，也不要勾得太直，就按照它长的这种方向来勾。这是那个正方向的，这是前边这一块，这个就不要勾太长，意思一下就行。这个勾完花丝以后呢，就是点那个藤黄。藤黄呢，要用一个不要用那么尖的笔来点，要点出也是按那个我们先讲的那种，要用太白先点。它这个花呢，它这个像一个小麦粒儿小面粒儿的，它不是圆的，它是一个椭圆的，就像一个个麦粒儿。所以点的时候呢，不要点成那个圆点儿，稍长一点。就点完这个，点完了以后呢，等着这个白颜色干了以后，用这个藤黄再提一下。它这样呢，就是那种花粉的那种，它那种质感就会出来，给人感觉它还是散发着香味的。如果直接找藤黄点呢，它出来颜色比较单薄，它那种立体效果没有，也没有那种花粉的感觉。一定要用白粉先点，点完了用藤黄再提，这样点一点。这样呢，一个是立体感比较好，再一个呢，就是花粉的那种质感也就出来了。点花粉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笔啊，就是像鸡糟米一样的那种，哎，戳下去就可以了。然后接着呢，如果这个花心这一块啊感觉不够的话，它就生津气的话，可以提一点那个胭脂，这个点完了也是可以提的。嗯，像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提一提。可以了。现在这个斜翼牡丹那个红花呢，总表现包括墨叶子怎么来画，就讲到这儿。今天这一课呢，就讲到这儿。我们朋友们画的时候啊，注意用笔，就是这个铺叶子的不要铺得太整。
再一个注意随时调整它的构图和趋势。勾叶子的时候呢，用笔要有力，尤其是叶筋、茎和枝干，它这种关系呢，它粗细的关系、浓淡关系，包括用笔的那种顿挫，我画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就是自己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